现在已经是大姓了。好久不见，钟庆。放眼望去，又回忆了以前大家一起精神有。踏上一层层的阶梯，熟悉又怀念的味道。我还好有一群可为什么你同学都这么好，我都不会。我来教你就好啦。我也可以教你啊。我也可以教你啊，同学还不错哎。原来大家都这么关心我。我又想起那时候的，对了，还有群育班呢。从全育班里面，我了解到自己一人是无法完成所有事的，需要的是大家的分工合作和责任。不知不觉又怀念起对中华传统价值的重视，一方面强调了中建学校对青年学子，相信一定会让这个夜晚越夜越美丽。孔子节。在墙上贴着笔直的直线，在洁白的墙上刷上新。五星三，希望从今万事如愿。祝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大，年年年。愿大家都过。我们充满活力，充满朝气地向大家祝贺新年，并且把自己打扮为最抢眼的乐队，吹着整齐的音乐带我们前行。再累再渴，我们沿路踩街，把我们的精神带给他人。成年礼代表着我们要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要更成熟，更懂事。我们感谢父母的付出，还有如同父母般的老师带领我们这回忆从前，心中那说不出的感动。
谢谢你，钟信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回忆。